你为什么要走？是因叶兰吗？还是因为这个站长？这个点才吃饭？食堂饭实在太好吃了，走之前多吃两顿。你为什么要走？ 是因叶兰吗？还是因为这个站长？是因为接近报告表吗？想多了，我就是单纯的想回家了。 陈队，一起打火球。是不是我不来，你和霍岩的那点光荣事迹都得出续集了？嗨，这事儿啊，翻篇了。我那退队申请什么时候批下来？少跟我打岔。你说，你和霍岩之间到底怎么了？ 不对付呗，你也知道，受不了，不想干了。不对付，受不了，不想干了。那你告诉我，你在火场上为什么拼了命的去救他？我想回家当我的副大少爷，总行了吧？你给我过来！ 不跟我说实话，我是不会同意你离队的。陈队，我这事儿是真不好说，要不然等……等等等等等，别说了，我不想听。你是我带过的，我不管你和霍岩现在是什么关系，我希望你们能安分点，我也不管你以后离开队伍干什么，去哪儿。 我希望你记住，你永远是这支队伍的一份子。我们队伍的荣誉不能忘，信仰不能丢。是。这世界很酷。